在爱情当中，他说我觉得我是王子，你就是我的那个公主。我们俩的恋爱状态是我来追她，我到处追着她跑吧。我跟浩在一起是开心的，他能够带给我快乐。你干嘛啊？这么可爱呀。哎，他们这段想组织这四段里面最有趣的一段，去韦伯冲浪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今天他在冲浪板上冲的那一刻，我觉得好帅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来海边，最爱的夏天，最爱的海边，身边还有你最爱的人，多好呀！辣眼睛的，有一些吃醋。这个约会的地点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的地方。这个是西西专门为你点的。这男孩非常非常用心。我们每天都像第一天，太般配了，郎才女貌。和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对我来说我很满足，所以说我觉得就够了，我就特别幸福，特别甜。就有爱的状态。我每天都有无数个瞬间特别特别的想谈恋爱。嘿、hey, Let's go。 好可爱哦。哇，挺高的，主要看看他五官。今天天气真的很好，因为你来了我的城市。挺会说呀这男生，感觉还不错。觉得他挺有耐心的，很暖的那种男生，比较上有，很会照顾别人的。我觉得他蛮有默契的。孟子义不太相中的。为啥？啊！好吓人！啊！我手骨被你握折了，你知道吗？啊、痛！看得他脸都绿了。生气了。我就快死了，这会影响我们俩人情感质量。我现在看到他，我就很生气。为什么跟他在一起，经历这么多痛苦？浩哥，你今天开心吗？你能不能稍微给点互动？感觉你有点裂开。十几个摄像头对着你，我就感觉到很不舒服。他就是有点紧张，面对镜头。一般 CEO 应当这不会人间图。跟我上这节目的压力大吗？其实不太想来这个节目的，是抗拒的。裂开了，我裂开了，完全裂开了。我感觉我今天在哄自己孩子。我很惊讶，说实话，跟他俩平时相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。不要拍了，我要裂开了。我们一周年纪念日，用一颗蛋糕来纪念一下，好吗？你点吧。一起切，你自己切。好烦哦你！一看就没有绅士的风度。走吧。那玩一次嘛。我已经接受不了了。我想玩。找别人玩吧。什么？他就是不在乎你啥。接下来请樊凯杰同学。你行，我在下边就好了。你。樊凯杰，请听好。你别吧。迪哥，请把我的拿上来。我真服了，尴尬，我接受不了。姑娘回来吧，别谈了，你这个状态还谈什么恋爱，连一般朋友都不够格说。你看爸爸眼睛都红了。